众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。他这电台一年播一回，本台自建台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，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并向全国人民拜年。好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为什么乘车总是这样难？别急了，别急了，为什么乘车这样难？别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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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了。好，你这歌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这是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里的歌曲。不是啊，这是孝林广播电台宣传计划生育专题节目的主题歌。这歌成他的了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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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。他也学会了。你这一个专题就这么一个歌啊？哪能就这一个歌啊？啊，计划生育是咱们的基本国策，对，人口必须得到控制，嗯，不然的话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，地球就有爆炸的危险。哦呦，那么严重啊！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球的结构。太好了，大家请看，哎，这里是一个地球仪，哎，来，哎。我这儿是地球仪呀、啊、对，什么对呀、啊、古人说得好，说什么？李国盛的脑袋像地球，哎，啊，有山有水有河流，呵，有火车道。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、啊、哪位古人说过这个呀、啊、就刚才那打鼓那人说的。那是古人吗？那个地球上生长了许多。哎哎哎、啊、你就这么说吧。啊，总之计划生育是一个长期的工作、嗯、对，所以孝林广播电台举办了这个专题节目，而且是现场直播，请当场的在座的各位朋友当场提出问题、嗯、我马上用歌曲的形式做出解答。哎啊哈哈您先等会儿，先别鼓掌。怎么着，这歌曲能把问题说清楚吗？要说不清楚能叫孝林广播电台吗？你瞧、嗯、那你先说说人多的害处。这个请喝一杯茶呀，请喝一杯茶、啊、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这歌跟人多有什么关系啊？同志哥，请喝一口茶呀，请喝一口茶。怎么改一口了？人太多就够一人一口的了。哎呀，这个比喻还是很准确的。同志哥、啊、请喝一滴茶呀，请喝一滴茶。人再多就一人一滴了。同志哥、啊、这里没有茶呀。人太多了连茶都喝不上。同志哥、啊、请你给我茶呀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同志哥、哎、你没完了、啊、就会这一个歌啊？能就会这一个歌吗？再换一个别的。前边有个黄土高坡，通俗唱法，几代人在这儿生活。那结婚怎么办呢？你娶女的表妹，她家她的二哥，我娶我的二姨当老婆。啊，都是近亲啊。近亲结婚害处多、嗯、这样下去了不得、嗯、生下的孩子智力没法说、啊、见了爸爸叫大哥。哇，行行了行了，你唱的这地方在哪儿啊？它就在地球这个位置上、啊、那你别找了。啊，反正准有。对，所以计划生育 啊不仅要少生还要优生。哎，嗯，那你说咱们要是不搞计划生育，不搞就让他撒开了随便生，撒这一胎生个十个八个的、嗯、一胎啊，不是一家生个十个八个的，那就是人口爆炸啊，地球超载。我这有一份材料我给你念念啊。哎哎哎哎，行行行，你不是说都用歌曲解答吗？你这还真想难难我、啊、没那意思，没那意思、啊、你听着，你唱。有个地方太不美，怎么了？计划外的孩子一大堆，多子多福，多子多福的坏思想，到头来国家倒了霉。说得对，白天干什么都排队，人太多了，到了晚上没有地方睡，盖多少房都不够住的。哦哦哦，想一想算一算，人口增长速度快，人民生活向后退。对，
小林的广播你不听、啊、糊里糊涂怎么样，生了一个又一个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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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了一个要这样随便下去这个地球它准报废、哎、又来了。